一县的实情，一省有一省的实情。可我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现在的实情是国库亏空。蒙古安达在北边不断进犯，倭寇就在我们浙江还有福建沿海骚乱。朝廷要用兵，通往西洋的海面要绥靖，要募兵，还要造船。这就是朝廷最大的实情。一个小小的知县，拿一个县的小账来算国家的大账，居然还要挟上司不在推行国策的议案上签字。朝廷有规制，省里议事没有知县与会的资格。来人，叫两个知县下去。送茶的那个书班立刻从大堂外走进来了。王用吉是站着的，那书办顺手抄起他那条板凳，又走到海瑞面前。知县老爷，这里没您的座了，请起来吧。海瑞慢慢站起了，那书办立刻又抄起他的条凳，一手一条又走出去了。海瑞和王永吉就都站在那儿。王永吉和高汉文是斜对面，这时仍然用沉重的目光看着高汉文。高汉文的目光痛苦地转向郑必昌说道，忠诚大人，这里到底谁说了算？何茂才厉声打断了高汉文，又看向海瑞和王永吉，忠诚大人叫你们下去，听见没有？海瑞开口说道，但不知叫我们下到哪里去，该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那我们就该去北京，去吏部，去督察院，最后去午门。什么意思？去问问朝廷，叫我们到淳安建德到底是干什么来了。你是威胁部院，还是威胁整个浙江的上司衙门？海瑞说道，一天之隔，朝廷亲任的杭州知府兼浙江赈灾使都已经被你们威胁的话也不敢说了，我一个知县能威胁谁？高府台，昨天一早我们约好一起去看粮食，然后去各作坊了解丝绸行情，结果你被巡抚衙门叫走，忠诚大人刚才说他跟你做了深谈，可一个下午直到深夜，你的随从到巡抚衙门还有织造局四处打听，都不知你的去向，你能不能告诉卑职，巡抚衙门把你叫到哪儿去了？忠诚大人在哪儿跟你做了深谈？做了什么深谈？为什么同样一个议案，没有任何新的理由，你前日言辞拒绝，今日会同意签字？何茂才是啪地拍了一下桌案，完了，来人！给我把这个海瑞押出去。谁敢？海瑞的这一声吼震得整个大堂四声回起，进来的队官和亲兵都站住了。海瑞的目光直看向郑必昌说道，大明律例，凡吏部委任的现任官无有通敌失诚贪贿情状，巡抚只有参奏之权，没有羁押之权。郑忠诚，叫你的兵下去。整个堂上的人万万都没想到，大明朝的官场居然会有这样的亡命之徒，一个个惊的是面面相觑。郑必昌尽管已经气得有些发颤，却知道照何茂才这种做法，将海瑞羁押就会变成不了之局，因此说道，好好，我现在不羁押你，推下去。那队官带着两个兵退出去了。郑必昌那份装出来的儒雅没有了，眼露凶光说道，可本院告诉你，不羁押你不是本院没有羁押之权，凭你咆哮巡抚衙门扰乱国策，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押送京师，
可本院现在要你到淳安去，立刻移改监镇，实行国策。赈灾粮只有三天了，三天后淳安要是还没推行国策，以致饿死了百姓，或者激起了民变，本忠诚便请亡命棋牌杀你。告诉你，前任杭州知府马宁远、淳安知县常伯熙、建德知县张之良，就都是死在亡命棋牌之下。海瑞看着他说道，马宁远、常伯熙和张之良是死有余辜，这也正是我想说的事情。同样是修河堤，应天的白毛河、吴淞江两条河堤，去年花了300万，今年固若金汤。浙江新安江一条河堤花了250万，今年却9个县处处决口。忠诚，那时你管着翻台衙门，钱都是从你手里花出去的。新安江的河堤到底是怎么决的？卑职今天无法请教忠诚，到时候总有人会来请教忠诚。被逼分红，这才淹了建德、淳安。整个浙江从巡抚衙门到藩聂司道，不思抚恤，现在还要把灾情压到两县的百姓头上。真饿死了百姓，激起了民变，朝廷追究起来，总有案情大白的一天。亡命棋牌可以杀我海瑞，可最终饶不了元凶巨恶。郑必昌的脸白了，何茂才的脸也白了，大堂上那些官员一个个是大惊失色。郑必昌的手颤抖着，抓起惊堂木狠狠地一拍，海瑞，无端捏造，诬陷上司，你知道大明律是怎么定罪的吗？海瑞说道，我一个福建南平的教育，来浙江也才3天，新安江9县决堤是我捏造的吗？去年修堤翻库花了250万，也是我捏造的吗？说到这儿，他又转向高汉文，高副台，这个议案只有6条200多字，可这200余字后面的事情，将来倘若写成案卷，只怕要堆积如山。不管你昨天遇到什么事情，毕竟是你一人之事，有冤情终可昭雪，是过错回头有案。但这件事上系朝廷的国策，下关几10万百姓的生计，期间波诡云谲，深不见底。你才来3天，倘若这样签了字，一步踏空，便会万劫不复。整个大堂真像死一般的沉寂，高汉文的目光接上了海瑞闪闪发亮的目光。高汉文的眼神中有痛苦，有感动，也有了一些力量。而大堂上坐着的郑必昌、何茂才还有其他官员，脸上都透着肃杀。一名队官进来，对着堂上跪下了一条腿，禀道，回大人，淳安县有禀文。何茂才倏地站起来，接过禀文看完，凶险的目光扫向了依然站着的海瑞和王永吉。拖延，顶撞，这下好了，淳安的刁民跟倭寇串联造反了。海知县，就是你昨天放走的那个齐大柱，带领淳安的刁民串通倭寇，现在被官兵当场擒获了。王永吉当场脸就白了。海瑞站在那儿还是一动没动，目光仍然紧紧迎着何茂才的目光，在等他的下文。何茂才转看向高汉文，高汉文这时已经面如白纸。何茂才看着高汉文说道，高副台，淳安、建德都归你管，你说怎么办吧？高汉文提起了最后一丝勇气，站起来说道，淳安是不是有百姓同窝，当立刻查处，
但海知县是前天才来的浙江，这事应该与他无关。何茂才又拍了一下桌案，通窝的人就是他昨天放走的，还说与他无关。高汉文这时心里什么都明白，但又觉得自己竟是如此的无能为力，一下子感到眼前一黑，立刻闭上了眼睛。偏在这一刻，觉得小腹那儿一阵绞痛，就咬紧了牙，守住喉头的那口气，心里不断地念着，不要倒下，千万不要倒下。也就一瞬间，高汉文直挺挺地像一根立着的柴往后倒下了。这倒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郑必昌站起来，所有的官员都站了起来，海瑞和王永吉也都吃惊了。高汉文坐的那个地方赫然只剩下一张空桌案和一把空椅子。郑必昌叫道，来人。一阵砸踏的脚步，跑进来的是那些兵。郑必昌又说，谁叫你们上来的，下去下去。叫人把高富台抬到后堂去，快请郎中。他身边的舒立赶紧对堂外喊着，来两个人。那个拖茶的书班和另一个书班进来了，两个书班一起绕到高汉文的案后。高汉文仍然在昏厥中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舒立的手从头部朝着高汉文的肩，两个书伴一边一个，一手伸到腰背，一手伸到大腿，三个人把他慢慢抬了起来。所有的目光都看着，那三个人抬着高汉文慢慢从屏风后进去了。郑必昌这时露出了斩发决断，什么议案不议案都不说了，海知县，淳安刁民通窝之事是否与你无关，以后再说。本案现在命你带领着聂死衙门的官兵立刻去淳安，将窝贼就地正法，平息叛乱，然后按省里的议案以改监镇。王永吉看向了海瑞，海瑞还是定定地站在那儿。何茂才对那队官说道，带上兵护着海知县立刻去淳安。是，海知县请。那队官对着海瑞做了个请的姿势，海瑞没被他请动，仍然看着郑必昌。请问忠诚，他们跟我去淳安，是我听他们的，还是他们听我的？郑必昌一愣，按省里的议案办，他们就听你的。倘若我按淳安的实情办，他们听不听我的？什么实情？省里现在说淳安有刁民通窝，究竟是怎样通窝，都有哪些人通窝，这些都要按实情查处。真有通窝事情，卑职会按大明律例严惩不贷。倘若没有通窝事情，忠诚是不是也要卑职滥杀无辜？海瑞，你是不是现在还要怂恿刁民抵制国策？忠诚，卑职问的是要不要滥杀无辜。郑必昌也被海瑞逼得拍了一下桌子，谁叫你滥杀无辜了？海瑞听了双手一一，有忠诚这句话，卑职就好秉公办事了。说着转身对那队官说道，你都听到了，整队跟我去淳安。说完他大步地往堂外走去。那队官反倒愣在了那儿，看向了何茂才。何茂才急了，看着我干什么，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去。是。那队官应了一声，这才慌忙转身跟着走了出去。王永吉忧急地越过队官的身影，看向已经走到中门的海瑞。
郑必昌立刻又看向了王永吉。王知县，建德的事该怎么办，你现在也该知道了。立刻去，以改兼镇。王永吉立刻向堂上一揖，转身大步走了出去。辕门前，海瑞已经上了马，那队官还有几十个兵都上了马。齐队！那队官一声喝令，所有的马簇拥着海瑞的马向辕门外，向右边街面的大路驰去。王永吉神游的目光里，海瑞骑在马上的身影依然像一座山，在众多骑兵中是忽隐忽现。马队驰去的方向，夕阳红得像血。